下午大概五点几，一架私家车停泊在深水埗南昌街127至129号，形迹可疑。警方上前截查，发现车上藏有怀疑毒品。涉案男子被黑布蒙头，被警方带到车辆位置搜车。警方稍后带同缉毒犬搜车，初步检验之后，在车上面总共搜出四包大麻毒品。该名男子被即场拘捕，被带返警署作进一步调查。